趁得互看不顺眼，竟然在派出所前大打出手。还好警方一分钟内就把闹事者隔开，但这起打架竟然是起乌龙事件。我今天调查哦，冲突原因是因为当时天色昏暗，我同一个镇的镇头哦，因为衣服的颜色不一样，我知道误会为别的镇头闯入，哦导致口角纠纷而发生冲突。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从制高点看，镇头绕境，街头全部封路，中间夹打警力一共超过150人，全程维持秩序。每年清水主师出巡是淡水最大的宗教盛事。祖师爷出巡淡水封城，全民一起热闹，但为了镇头燃放烟火，而且警消还查获超过一吨的违规烟火在街上啪啪走。看一下车内的东西，希望帮我们记录一下车上的东西。开了。淡水绕境，民众热情参与，但警消接获的违规事件多到数不完。信众诚心祈求神明保佑，不希望因为少数人关系，让历史悠久的宗教活动变了调。记者黄淑伟、谢汉阳、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